迎收睇咧系 Tasty Money 啊嘛，今日咧系2月22号啊嘛，星期三噶啦。恒指方面咧系高开95点啊，24,059点嘅。嗱，多得美股咧继续行个 Donald Trump Rally 啊，咁啊，所以咧都继续连续第日咧系上到历史嘅新高啦，咁但系有一只股份咧，大家非常之关注咧，就系汇控嘅表现吓。嗱，汇控琴晚咧已经即系跌穿咗65蚊嗰个关口啦。嗱，见到而家最新跌紧1.2%嘅，执到落去64.7嘅位置。咁琴日咧美市咧真系执到接近低 low 咧系收市啦，大家都非常惊吓，因为出咗业绩之后咧跌成5%。咁啊，小炒王对于个业绩方面咧，嗰个睇法当然就唔够精准啦。我哋今朝咧即时咧就请你。前汇丰大班刘志杰刘，我哋一齐分析嘅，先请刘爷先。刘爷早晨，早晨啊，双欣，你好啊，多谢上面啊，首次咧嚟到 Tasty Money 咧，就同我哋讲下即系汇丰个业绩，因为大家都分析到咧，就系汇丰个业绩就好似差到无伦咁样嘅，讲真，咁啊回购方面咧又话即系非常之悭皮啦，用嗰10亿美金，比起大家之前预计25至30亿嘅美金咧，就少咗相当之多嘅。柳爷睇嗰个业绩系咪真系差成咁样咧？唔止差，係非常非常之差。嗱，點解我咁講啊？其實你知道匯豐嗰個年報咧好鬼長啊嘛，幾百頁紙啊嘛。其實冚唪唥，我睇咧冚唪唥都係垃圾嚟噶，呢幾百頁紙。其實咧，即係差唔多4頁紙你啊睇曬啊。第一件事，你睇佢嗰個財務嗰個撮要啦，啊一頁裏邊講曬所有啲嘢啦嚇。第二頁。就是呢、這個佢嗰、那個即係分佈啦，個賺錢喺邊度嚟啦？係咪你又知道香港亞洲賺幾多錢，美洲嗰邊賺幾多錢，歐洲咁你又睇到啦，係咪？你又睇到佢嗰個叫做唔同業務賺幾多錢，係咪？好啦，再跟住你睇埋咧個主席嗰啲言論嚇，同埋嗰個總裁 CEO 嗰啲言論啦，即係你睇呢四樣咧。就已經全部睇曬佢嗰，即係佢化妝成點啦。係咪啊？咁即係你嗱之前佢而家話范志廉咧，即係都會拖翻長少少嗰個時間，好似即係攞落藥啦。歐志華講到話，即係本來即係揾緊人選，咁但係范志廉咧可能都會留耐少少嘅。咁但係你講到好似其實唔揀佢係咪仲快啲走啦？即係兩個叫快啲走啦。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匯豐冇運行。系，点解我咁讲？你睇下范志廉嗰篇即系言论啦，乜嘢都冇讲，其实真系一无是处。咁但系你佢嗰度讲有两样，大家要知道咧。第一佢就话揾紧佢个替身啦，即系呢个好重要啦。系因为将来对股价好大影响。第二咧，佢就话咧通胀来临啊。如果你哋喺个言论净系睇得到，即系话通胀来临啦。利息就會加啦，所以對匯豐就啊，通脹來臨，睇落開頭啊對匯豐有益咋，之後咧都冇咩好處啊。如果你通脹啊，嗱呢個係即係主席嗰個言論，咁 CEO 嗰個言論仲慘，即係你講來講去都係，即係我唔敢用垃圾字啊，即係不近乎啦，即係都係要去堆填區噶，因為點解咁講咧？嗱，佢啊解釋佢話點解歐洲嗰啲數要撇帳成幾多億啊？三十幾億啊嘛，三十億嘅美金喎，唔係港紙啊。咁咧，三十幾億點解要撇咧？啊，就話咩係會計上面嘅數嚟嘅啫，即係唔係真？梗係真啦！即係呢個喺1999年買咗呢攤嘢咧，到而家幾多年啊？深圳，我唔識計數啊。2017、1999嘅。18年都唔處理啲數字，咁你匯豐唔係班咩人嚟噶？咩行政人員啊？18年都唔處理，嗱呢啲咁嘅 good view 咧，即係話咧，即係個相遇咧，就即係話你嗰陣時買貴嘢啊，即係你買一件嘢咧，俾100蚊，你係用80蚊買，咁你咪有20蚊相遇咯。咁你嗰啲相遇遲早你都要處理噶啦嘛，即係。撇咗佢啊嘛，喂，18年咧，你每年啊撇几多个账，俾几个 percent 啊，都撇晒啦，系咪即系唔够几个 percent？ 即系得咗佢咧，因为之前佢成日都壮士断臂啊嘛，我见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业务，佢见到唔得咧，佢就得嘅。咁点解唔得咗呢一嚿咧，柳爷？唔系啦，你明知欧洲咧已经都唔系好景嘅，你话欧洲呢唔好话呢一年啊，欧洲过去嗰10年有咩好嘢？系冇啊。
系咪一无是处？冇啊，即系话你第一咧，人哋卖俾你，你呢个价，你真系冚冚青卖，又唔知咩理由卖，咁买得梗唔好啦。咁如果你买恒生嘅好啦，系咪？或者就算买美国嗰阵时嗰间啊，即系开头最先买紧都好啦，叫咩 Rimbling 啦。咁但系你 Midland Bank 买嗰阵时都好啊，即系喺英国系咪？但系你喺欧洲嗰啲唔制，因为你根本对欧洲唔熟悉。嗱，我哋成日话咧，你唔熟悉嘅嘢千祈唔好做。咁到如果18年之后先威哦。咁你話冇影響，梗有影響，因為你對個 net asset value 咧，即係你個淨資產咧有影響啊，大佬啊！你以前嗰啲係當資產，而家冇咗個資產，點會冇影響嘅？哦、OK， 嗱，之前又話嗱，其實嗰個就係歐洲環球私人銀行業務個商譽減值咧，係32美金啊！大家即係留意翻呢一個嘅數字嚇。咁仲有嘅喎，佢仲有第四季嗰度咧，嗱係佢2011年以嚟咧第二次出現嗰個季度虧損，上次咧就是8億幾啊，哇！今次是成30幾億，咁第四個季度究竟即係做錯咗啲乜嘢，搞成咁樣咧，柳爺？嗱，佢其實冇做錯啦，佢純粹將啲佢話 way off 啊嘛，佢即係或者同埋你嗰個因為歐羅嗰度咧，即係歐元咧，即係跌得犀利啊，佢嗰啲有啲數咧，可能係即係同美金有啲相差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呢啲喺佢嗰個叫 translation loss 噶，即係叫演繹嘅數嚟嘅啫。嗱，我唔知佢點將呢啲數嚟撥啊。但系咧，呢度一定系有多少影響嘅。咁、但系咧，即系你30幾年咧，就唔系18年咧，你都仲未搞掂呢30幾億咧，就真系失職噶啦。嗱，另外一個數咧就係話咧，喂，佢話英國即係佢啲徵費嗰啲啊，令到佢或者係叫做成立另外一個 ring bank bank 啊，即係圍住嚟做啦，嗰啲投資銀行同埋個人嘅零售銀行業務分開咗，係咪？喂，淨係匯豐有呢樣嘢咩？其他銀行冇呢條數咩？啊嘛，即係話喺英國咧，啊嘛，喺英國所有嘅銀行都要咁做噶啦，唔係淨係你匯豐。如果你匯豐要好大筆數咧，即係話你又係無能。點解咧？因為你做得唔好咯，即係你以前完全亂嚟嘅，咁而家要即係你間屋都破落噶啦，你要大裝修重起個梗係貴啦。如果你 touch up 嘅，即係求求其咁。啊，掃翻落去啊，點樣整翻正佢咁啊？梗係個數梗係細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兩個大項目咧，令到佢嗰個數唔靚啦，係咪？如果你睇佢個別嗰啲數字咧，如果你睇嗰個所謂 financial summary 嘅嗰個財務咧，嗱，你睇佢税前盈利跌咗62.3%啦，係咪？係咪好犀利？其實已經真係唔掂噶啦嘛。啊，好啦，第二咧。你我頭頭睇佢嗰個 earning per share 咧，即係個 basic earning 咧，啊，即係每股賺幾多錢咧？我舊年咪羅半子嘅，係今年我睇個七字，我以為賺七毫子咧都好啊，係咪？原來唔係得賺七個先，我爭好遠喎、啊。個 earning per share 跌咗89.2% 啊，即係你嗰個税前盈利賺60，跌咗62，你以為犀利？原來佢個每股賺咧。跌咗89.2%，即系话咧，其实咧，佢第一佢嗰个 equity base 咧大咗啊，即系加大咗啦。佢加大好似又冇发新股啊，系咪？但系咧，你知道咧，佢出咗嗰啲叫做 perpetual bond 啊嘛，即系个永久性嘅债券啊嘛，即系唔使还嘅，但系还息嘛。大家记得啦，我曾经出过话咧，汇丰梗系唔掂咧，佢出嗰啲咁嘅長久債，有啲利息係6.875% 嘅。喂，而家呢個咁嘅低息環境咯。喂，你出到6.8嘅，喂，你搞咩啊？你驚冇人買啊？咪係咯，雖然你話唔使還，喂，但係你即係永世嘅要俾6.8嘅，你以前嗰20%利息嗰陣時，你就覺得好似好平啊。而家超咯，超曬而家嗰個零息啊！付息嗰啲利息水平啊嘛，即係淨係呢幾樣嘢咧，你睇到都叫做咩？我哋用眼冤係嘛？你呢啲真係大到你嗱，你仲有你回購冇問題，你如果你有錢賺，即係話咧，如果你賺少咗仍然回購得嗱，你税前利益咧得71億，係嘛？你但係咧你派息咧100億喎、啊，大佬。佢唔派会死喎，但系佢唔派啲，梗系会死啦。喂，你其实死都好嘛，即系好似渣打咁，你死都会翻生噶嘛。即系你我哋话咧，你个资本主义一度好就系咩咧？
就係話咧，自個經濟咧自己修正啊嘛，即係話咧，如果你唔掂咧，個市場會淘汰你啊嘛，咁你而家自己唔淘汰自己，但係夾硬頂喎。越顶越死咯，即系话咧，你赚就赚71亿全年，你将会要派咧100亿，咁你点顶？系，即系每次都蚀30亿咁样，好难。唔系咯，即系你夹硬呃人啫嘛，其实你自己话啫嘛，所以你个市场，我即系话你琴日汇丰咧系咪跌停咧？我梗系唔好咁急啦，唔好急急青去入卖卖啦，因为你如果睇美国伦敦呢个市一开完之后，你肯定咧，你知佢未跌完咯。哦，嗱，今朝执过落64.65，而家有啲买盘咧，你知啦，好多即系护城嘅。香港特别有好多，有好多忠心嘅 fans 嘅人嘅，系喂，咁但系我想问，因为由旧年八月咧开始，八月四号开始做回购以嚟，其实汇丰由50蚊咧，跟住就升到69蚊，其实都差唔多升咗20蚊啦，升咗差唔多30%几。咁而家佢即系出咗业绩之后咧，你觉得会即系嗰个股价回吐嗰个压力会去到边先至系柳爷心目中觉得即系值得去吸纳翻嗰个水平咧？嗱，我觉得咧即系。咩水平啊？真係好難決定嘅。嗯。咁但係咧，你知佢回購之後咧，佢嗰個 net asset value 咧又係跌咗喎。嗯嗯嗯。啊，嗱，如果你睇翻佢個財務報表咧，佢嗰個2015年嗰、那個淨資產淨值咧，嗯，係8.73啊嘛，個 billion 啊嘛。咁但係咧，佢2016年咧係7.91喎。即係跌咗 9.4%， 嗱呢啲數就唔明啦。如果你話我係記者又好，咁我去問佢嗰時，我梗係問佢點解？喂，你回購咗25亿喎，係啊，係咪啊？你回購25亿，點解你個咧 asset value 唔高咗咧？理論上你回購就會高咗噶嘛，係啱嘛？你減少咗股票啊嘛，係咪咧 asset value 高咗啊？係啊，就係所以有啲唔明白，係咪啊？哦，咦？但係呢啲可以化妝嘅咩？呢啲數唔係透明度好高嘅咩？嗱，佢系應該透明度好高嘅，因為佢賣出嚟咧，經過啲 audit 噶嘛，咁但係你仲要跌咗 9.4%， 買即係用咗25亿美金嚟買，咁啊又仲係咁情況。好啦，嗱，呢個股價咧，除咗呢樣咧，嗱，第一真係咧，你嗱，如果你匯豐幾時買咧，第一知道邊個做主席，第二邊個做哎呀做行政總裁，嗱呢兩個係最重要嘅。哦，你覺得人係好緊要，即係匯豐如果係即係轉莊嘅話，就會反而係一個好大嘅重大嘅消息，係嘛？如果係咁，係啦，係啦，重大消息，但係係咪好消息都好難講啊！如果你請個仲差過呢兩個人，咁啊匯豐真係預備執笠。咁係咪即係如果係咁，我想聽柳爺嘅建議，係咪即係而家最好嗱就快啲物色一個適合嘅人選？但係而家即係全球市場即係適合嘅人選，我諗唔係好多啦。要做匯豐嘅主席啊，同埋行政總裁，係啦，真係唔容易。咁係咪淨係呢一樣嘢個建議最大？定係入邊有啲細節、有啲建議可以俾翻啲匯豐嘅管理層咧？講真。唉，你听你讲先得噶，你真系你叹气嗰下好正嘅，有声。我系咩？我做嗰阵时都佢都未听，大佬。我做嗰阵时我都要即系打到咧，喺少林木棍行嗰度打，佢先肯制。咁跟住有个主席系听你讲啊，咁去试下系嘛？咁跟住你话即系你喺里边都咁难搞啊，你喺出边嘅台面都傻啦。哦。OK 啦，咁即系嗱，要转啦，即系主席同埋 CEO。但系有啲人想问咧，其实呢盘数啲衰嘢究竟反映晒未咧？定系其实仲有好多喺笼底，我哋系唔知嘅咧？嗱，我觉得咧，换咗两个人之后，第一盘数咧就系最好嘅，就系咩都清集出嚟，即系好似阿 Bill Winter 做渣打嗰阵时，你睇下佢嗰阵时 write off 得几犀利？系啊，记唔记得啊？记得。唔知 write off 啊，仲要炒人喎。系。炒人炒到咧，即系佢将1/3嘅高层全部炒晒喎，即系话你以前嗰啲垃圾嚟嘅，系咪啊？系永远。但系你汇丰啱啊！但系你汇丰而家有冇试过啲咁嘅大刀斧斧嘢？未啊！点解咁勒住咧？其实系咪因为转庄咧？喂，佢做咗成咁多年，你话叫佢而家炒，喂，好多都系佢嗰啲 PS group 嚟，或者对佢有恩都唔出奇噶嘛？佢点落得手啊？哦。
用人为亲，即系咁样。我又唔知啦，唔可以咁讲，因为你知啊，外国人冇咩亲人用噶嘛。咁啊，佢哋冇咩，我哋国人嗰啲家庭观念嘅，冇感情噶，佢哋所以系有呢个问题。唔可以咁讲，唔可以话佢用人为真嘅。OK 啦，咁嗱，而家嗱，汇丰就65.45，咁点解佢今次用10亿美金做回购？即系大家都觉得好孤寒，系点解要悭住嚟做咧？其实嗱，你冇钱噶，如果你明年又赚70亿嗰阵时咧，你派息又派100亿，你用系用咗10亿，喂，你即系超突咗40亿，系啊，40咯，咁你点搞啊？嗱，咁你话汇丰系咪一无是处？唔系。嗱，汇丰咧，即系叫咩叫烂咩话叫烂船一个三分钉，而且佢呢只可母烂嚟，所以点都值钱嘅。系问题边个做舵手嘅啫。嗱，咁你知啦，大环境咧，如果利息一路加翻上咧，正息佢连知识曲线咧上翻去正常咧，汇丰一定赚多好多钱嘅。即系啊，好啦，另外咧就系你呢个佢嗰个品牌你有嘅，即系到而家你而家全世界都对佢嘅信任都好高嘅。咁問題就係你而家入到匯豐銀行做嘢嗰陣時咧，你真係叫做唔係乜乜聲，係巴巴聲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嗰啲經理真係，真係唔知點描述啊！即係嗰啲經佢嗱佢，我覺得佢咧嗰啲訓練就少咗啦，佢又唔在行啦，咁、你變咗咧，你同嗰啲人傾，再加埋嗰啲所謂咧投資嗰啲乜嘢，又係個個都係唔在行咯。是好啊，哇咁嗱柳爷咁即嗱，如果系最快要转装系咪2018年咧？即如果突然间2017年话欧志华同范志廉唔做股价，系咪会升甩拉屎一条问题？系咪要等到唯有要等到2018年转装先至有好劲咧？嗱，你话就话2018啫，但系佢搞如果有压力嗰阵时咧，佢会提早噶嘛，咩都可以发生噶。系嘛？即系我哋嗰个689都突然间都话宣布退选嗰阵时，喂咩？即系世界上咩都发生得啦，系咪？系啊嘛。你讲689，我哋 live 就689人啊。讲笑啫嗱，咁嗱，汇丰而家65.35啦吓，都仲系跌紧，但我见到好多大盘啦，但你估计即系大行啊基金系咪唔会喺呢啲时间即系乱咁扫入咧？即系仲会再睇定少少先咧？嗱，呢个如果我系大基金嘅经理咧，我一定唔会喺呢个时间扫入，我就等佢一路跌定咗啦，然后开始回翻升少少嗰阵时咧。当个个人都对汇丰死晒心嗰阵时咧，有个股市咧，即系佢个股价无端端上翻多少咧，咁啊大家可以考虑入买入。哦，但喺呢个时间唔好买。即系要等佢死，因为其实讲真啦，上一次公股、世纪公股都好多年前，10年前啊，系咪啊？有冇10年前？有啊，唔止添啊，可能系28蚊嘅世纪公股价，咁而家即系10年都仲未翻身，系咪其实真系纯粹系管理层嘅处理不善咧？冇理由10年都搞唔掂噶。唔系，咁啊唔系纯粹净系管理层嘅，你嗰啲政府啲政策咧。尤其嗰個零息政策同埋嗰個叫做即係叫做低息政策咧，個 QE 咧令到銀行係大件事嘅。其實淨係呢啲 QE 令到啲美國銀行賺錢嘅啫，同埋華爾街賺錢嘅啦。咁但係成日講緊通脹咧，話加息對於匯豐即係嗰個即係息口啊、息差啊、擴闊啊，跟住就會賺錢。其實呢一個對於嗰個匯豐嗰個盈利，究竟個貢獻有幾多啊？即係點樣計到條數啊，柳爺？嗱，譬如佢存款，睇下呢度有冇一個存款個總存款嗰條數啊？你而家譬如好似有嘅，我心尾睇到佢嗰個總存款咧。你有冇嗰種存款嗰個量啊？我要揾啊！係啊係啊，唔係我嗰日都見到嘅，收尾見到佢喺呢度嗰個 custom account 咧，嗱佢嗰個叫窿數86.1504 million 係86，係啦呢度嗱佢窿數八千幾億啊，8610億。Custom account 是1272，即是12,720多亿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million 来的还是 account 的 number？ 是应该是数目来的。但如果他太放出，即是说他有几多少呢？他有4000多亿，4100多亿呢，
係差唔多挨到分歧㗎，係咪？係。係啦，你減咗條數嘛，我當你借出去呢個 liquidity 有咩好？有四千幾億。嗯。如果你升一個 percent， 個 yield curve 即係短期，譬如十年、十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年嗰個利息咧，你個 net yield 咧係一個 percent 嗰陣時，你咪四千幾億，一個 percent 幾多啊？四十億。四十係啊，四十億。四十億咯。即係如果你咁樣，你無端端坐喺度都多賺咗四十億。哦，所以你啱啱填翻去派息嗰條數咯。係啊，如果佢個 U curve 係即係由短期至長期都多咗一個 percent， 你就賺多咩噶啦？即係賺多四十億噶啦。所以我話咧，佢又唔係全無可取嘅，個大環境都有多少少變咗，但係嗰個 U curve 你又升一個 percent， 唔係咁容易啦。嗰個 net interest 嗰度。OK， 哇，咁啊留意喎，即係咁樣一個 percent 就四十億嘅咯喎，咁啊大家可以計計嗰條數。問多一條柳爺啲問題，因為之前你見我頭先一開手就講匯豐又不斷壯士斷臂，譬如出售巴西業務啊，好多其實啲摩洛哥嗰啲晨早賣咗啦咁樣。咁其實而家仲有啲乜嘢業務你覺得係應該出售，唔好再搞亂條數，係可以即係咪都係不斷咁樣即係壯士斷臂好過啦？即係唔得嘅就賣咗佢。有啲乜嘢業務係仲喺個窿底度好差，好肉酸，要攞出嚟，即系快啲出售咁样咧。嗱，我唔知啊。如果佢话佢讲下咋，系即系唔系做真啊？即系话，哇，佢卖恒生系汇丰个股价会升三蚊。哇！但系好似一嚿金蛋咁噶喎，恒生。咁你唔系咧一次过咪套现咯？即系讲下话知你啦咁。但系佢敢唔敢咁做咧？梗系唔知啊。我谂唔敢啦啩吓。我唔知啊。不过交行仲有 lock 货喺度噶嘛？睇下。交行啊，等佢慢慢做翻好先，你先套咗金蛋啦。佢而家突然间就变咗成鸭蛋，佢讲冇办法。好啦，好啊，柳爷讲得好详细啊，同埋头先我即时叫佢计数咧，佢即刻系攞到啲数字同我哋倾咧，真系好有即刻帮大家分析嗰种感觉。我多谢晒柳爷啊，因为喺呢段时间咁早啊 call 佢，我琴晚好夜先揾阿柳爷，咁啊多谢晒柳爷先啊，同你咧系倾到呢一度啦吓，多谢柳爷，唔阻你饮早茶。好啦，咁咧就嗱睇翻咧嗰个市况先，因为咧见到嗱而家咧个冇乜受到汇丰影响嘅，讲真啦，即系多谢柳爷令我哋嗰个直播人数已经七百五十几。虽然话 YouTube 系咪有少少即系叻咗少少机啊，咁啊唔紧要，过嚟 Facebook 睇住先。咁就先讲唔好意思吓，咁啊可能头先即系太多人睇咧咁样。嗱，恒指而家升138点，24106点嘅。嗱，地产股琴日咧已经系即系爆上嚟咧，就当系帮下个市咧就托一托噶啦。琴日即系新地咧唔知陆永会唔会呕血啦吓？咁新地咧琴日就爆咗成三蚊嘅，今日再升多2.8吓，114.5嘅位置。咁啊，另外就系恒隆方面咧，恒隆地产爆顶添啊，一年高位嘅20.05啊，而家升紧1%吓，19.86。资源股亦都咧系爆紧上嚟啊，包括只洛阳木业啊，3.993咧，去到3蚊咧呢一个价钱噶啦吓，咁啊升紧5%啊，而家2.98嘅。咁啊，至于汇控方面咧，咁啊，柳爷头先就最佳嘅金句啦，就话即系唔系垃圾，系非常之垃圾。垃圾咁樣啊，份業績嚇，咁啊幾個問題出現，咁佢話咧就如果係一個即係大基金嘅話咧，都唔會喺呢段時間咧係走去即係買只匯控噶啦，不如等佢跌定咗先，之後有少少嘅回升嘅趨勢，或者等大家都死心啦嚇，唔想再望只匯豐咧，咁先至咧去考慮嘅。咁啊而家咧就65.1嚇，跌緊咧就係0.6%。咁啊個市就由於美股咧即係牛三真係勢不可擋啦。咁我哋都仲升緊嚇，升緊咧136点嘅，24107点，成交咧係141亿嘅。咁啊，多謝有700几个朋友咧，係同我哋一齊咧，並肩作戰嚇。咁啊，唔好行開啦，轉頭翻嚟咧，會有股評人同我哋分析咧，就嗰個後市去向嘅。
翻嚟 Tasty Money 啦，我头先咧用咗差唔多成20分钟左右，同大家咧就请咗系前汇丰大班刘志杰咧，同大家分析啦，就系汇控嗰个业绩啦，都非常之详细噶啦吓。咁啊，而家咧个市咧其实都冇乜点样理汇丰啊，因为啲地产股咧全部咧系扬晒上嚟咧，系撑住个市，升咗162点，24,126点嘅。转头再同大家睇翻啲移动股吓，因为咧就今朝咧就将个时间咧就贡献咗俾汇丰啦。咁呢个时间请嚟 Harry 阮子希同我哋倾下偈先啊，早晨啊 Harry。早晨啊，心欣。咦，个市好强喎，其实我觉得，是啊、即系吓汇控咁样，即系咁颓咧，系啦、啊，咁都个市咧都可以继续，而家即系越嚟越高添啊，全朝高位啊，170点啊，吓，咁冇计啦，因为美股啊相当之犀利，咁我哋呢边咧就借住地产股咧就突然间咁样去爆升嘅。地产股方面，其实琴日晏昼咧有啲古怪啊，觉得即系咁样上嚟吓、啊，但系今日第二日啦，其实有冇啲咩因素，即系啲新盘除咗卖得好之外，仲有冇啲咩系可以支撑到地产股咁犀利咧？我又觉得咧，今日啲地产股系炒紧个财政预算案嘅，即系如果你话咧系本身咧系啦，会唔会系有啲即系首置嗰啲嘅即系贷款里边嗰啲嘅细则咧，会唔会话有啲微调咧？咁呢方面咧，其实即系我谂有啲资金憧憬下啦，咁亦都见到咧，即系如果你话整个大市而家都上嚟24,100、24,200嘅时候咧，啲地产股啊几大落后嘅，咁有啲资金追翻上嚟，咁啊借住呢啲咁嘅消息啦，咁但系咧就嗱，地产股咧即系呢阵都炒咗一两日上嚟。你而家再去追咧，你會有個風險嘅。咁啊，講緊咧就係你因為憧憬財政預算案啊嘛。咁其實咧，政府就冇個條件，係啦，冇個條件去放辣椒嘅。即係本身個樓價係最到谷到最行嗰下。咁而且你好多特別係啊波叔咧，佢自己本身咧都講緊咧，即係佢好喺度提咗好多次，就叫大家小心啲借錢啊、買樓嗰啲咁樣嘅措施噶嘛。咁所以咧，就算放辣椒，即係你我都係覺得喺嗰個手字上邊嚟講咧，做少少嘢嘅啫。咁但係咧，就你根本係搏緊呢樣嘢嘅話咧，對於地產股嚟講咧，我就覺得一般般係啦。咁反而咧，我會覺得咧，嗱個市，我覺得咧，即係暫時嚟睇，你都係睇住上年嘅頂嘅啫，同翻上個禮拜嘅分析係一樣嘅啫。咁但係咧就。而家你見個市尋日咁樣跌落嚟，因為個匯豐而今日咧已經咁多錢買翻轉頭嘅話咧，都係嗰個策略，唔好話沽住啊，即係立亂沽個市係啦。因為咧，即係我見到相當之多嘅資金咧，都睇個市比較淡少少。咁但係咁樣嘅睇法咧，我反而覺得咧，即係個市咧未咁快落去住。咁啊，即係你板塊上邊咧繼續可以輪動，即係譬如話炒翻啲落後少少嘅，你博業績嘅，你可以繼續咧，即係進取啲嘅，你可以睇下啲子業股啊。咁如果你話落後啲嘅咧，你可以睇啲玻璃股，甚至咧如果喺即係小炒王你個節目咧，中意炒開嗰啲咧，你就追啲航運股啊。即係如果你話咧368啊或者2343咧，呢啲咧即係比較即係叫做乾散貨味道，即係正宗啲嘅，即係炒 BDI 嗰只咧，咁啊應該會有啲資金流入翻咁樣。咦，今日子股好勁喎，原來嚇頭先我掛住即係傾匯豐都冇睇九龍子業升成3%，我聽日業績喎9.76，咦好多都咁啊，其實踏入業績高峰期啊，真係因為你匯控之後咧一炸咧咁啊，接近三月啦，相當之多。有冇炒業績嘅某啲股份？你覺得可以炒下業績嘅咧？講真。頭先嗰幾隻我都係炒業績㗎啦，即係譬如我講信義玻璃咧，其實下個禮拜二出業績嘅，即係佢老早發咗盈起㗎啦，咁即係見到咧，其實即係本身整個玻璃行業，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唔單止係信義玻璃嘅，照道理咧，即係福耀玻璃嗰邊都應該做得唔差㗎，個、玻璃價格咧大隻啲。系啦，咁啊大隻啲嘅，咁佢其實咧就你睇翻啲浮化玻璃嗰啲價格咧，因為其實2016年咧，特別係去到第四季同埋2017年嘅年頭咧，其實咧係有少少調轉頭，供不應求嘅。咁啊，因為可能又係嗰啲供給側改革咧做到過咗龍啦嚇，咁所以咧即係暫時嚟睇咧呢部分嘅股份咧，即係有少少似啲資源價格嘅走勢嘅。咁啊，即係建材股，如果你話水泥都已經炒咗上去嘅時候咧，咁冇理由呢啲玻璃股咧冇得炒下嘅。咁啊，即係另外紙業股咧，就因為其實佢已經破曬頂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你追落去咧，你就要小住啲。咁反而咧就另外一個板塊，我覺得你可以留意嘅咧，我咧繼續講緊啲軟件股嘅嚇，即係354啊，或者係3888呢啲股份咧，其實咧就係唔行嘅，係啦，唔知想點啊，真係。係啦，咁啊，中國軟件國際度好啲嚇，咁啊，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喺呢個市況上邊咧，再揾緊啲落後股嘅話咧，咁啊，即係呢部分嘅股份可以留意。
嗯，哇，好多喎、啊！原來今日幾好炒喎、啊，講堅，即係如果琴日止蝕咗嗰啲，係啊，即係呢啲啱炒，因為如果琴日即係好多人止蝕啦，因為去到美市見到即係匯豐咧大落嚟咧，唔知會唔會，因為初頭我就用一個以為係用一個時間做調整，就橫行格局咁先至再爆邊咁樣，咁但係琴日匯豐咁樣即係啊，即係一個咁大嘅借口咧，我就喺度諗哇，會唔會跌多幾百點咧咁樣？即係你知啦，我哋。第二日有一條好漢噶嘛，一日止咗，第二日又開又可以再買過。咁但我琴日就唔算即係好積極咁止嘅，因為我朝頭早即係食咗糊就算啦。咁樣晏晝我就覺得睇定少少咁樣。咁如果係咁咧，嗱而家去到24150呢個位咧，其實好尷尬，因為舊年九月高位就係24300，咁我都唔敢開 put 嘅。我覺得你就算唔做嘢都唔好睇淡，因為好容易俾人夾死。如果今日其實夾得死你啊，如果即係你琴日開恆指 put 啊嗰啲咁嘅嘢咧，咁樣咁其實我哋而家係即係純粹揀板塊就算，因為其實接近兩會咧，我覺得都蜜月期嘅，一兩會我就驚啦，即係三月三就政協，三月五咧就係阿習近平主席9點正式發表講話咁樣，係咪都仲可以喺呢段時間即係部署一下啲同業績相關嘅股份係最醒咧，算係？你頭先講緊嗰個時間點係大家咧諗住走鬼嗰啲時間嚟嘅，因為咧即係你講嘢咧就突然間大家咧就會望住曬一個唔該同你講一講個 GDP 原來得翻6.5個目標咧，咁啊成個市就冧曬落去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個走勢你唔好預佢，即係你炒兩會永遠都係炒之前嘅，即係你中資概念嗰種一種憧憬，你唔需要知道講乜嘅，其實你本身咧就係一陣嘅哦，你覺得佢會有供給側改革個市場氣氛炒，你都係短炒啫嘛，你擺到明㗎啦。咁所以咧就係、現階段恒指，咁我好認同三分你嘅講法，唔好立亂沽住。咁但係咧就嗱，你要小心一樣嘢，即係我哋點樣睇個頂咧？其實咧就係要睇佢衝唔衝得貨某啲咧，即係技術大力大位咧。即係大家都睇咗兩三個禮拜就是、上年嘅頂啦。如果你見佢咧，即係今個禮拜好似都係四五次都衝唔破嘅時候咧，咁大家就開始咧心裏邊有一個感覺咧，就係、是、覺得好似見緊頂啦啊！即係因為咧，如果你要有個技術大位衝得破嘅時候咧。真係個市場氣氛咁好，要衝上去咧，就一早晨早衝咗上去噶啦。咁所以咧，現階段上邊咧，大家觀望緊。當然啦，除咗兩會之外咧，就係、是、本身即係、就是、可能我都會覺得有啲政治因素喺翻度嘅。即、就、係、是、你都知道香港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噶啦。咁、所以咧呢部分咧，即係唔好當佢完全冇到嚇。咁啊，即係喺歐洲嘅情況，我見已經明朗化翻啲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其實恆指咧係有呢陣氣氛喺度，因為希臘搞掂咗啦嘛。咁法國咧又好似中間派好似又出翻嚟好似好啲咁啊嘛，咁所以咧，法國話似特朗普嗰個勁啲咩？似兩邊喺度拗緊嘅，但係冇先前咁極端啊。咁所以咧就個即係個氣氛上邊可能會好翻少少嘅。咁但係咧，即係恆指咧，即係暫時你去到近呢、這個即係上年嘅頂部咧，要熬嗰陣噶啦，即係打橫行。你見佢今日升181點咧，聽日可能同你隔離跌翻90點咁樣嘅啫。咁、所以我暫時預料藍籌指數股咧，即係有好大部分，即係譬如話啲內銀股啊，甚至係啲即係上個禮拜我哋係咁力推就騰訊都已經上咗嚟啦。咁呢部分咧需要透透氣啦。哦、我見到咧內房股突然間咧爆咗上嚟喎、啊、你睇下688啦、華潤置地啦，全部都升緊3%喎、啊、今日哇，其實今日幾好景嗱，資源我見到嗱，落木已經3蚊啦，跟住江西銅又上緊嚟，水泥爆緊，咁其實係咪啲內房股不如可以追下喎、啊、咁？佢啱啱出咗個數據嘅嗱，我冇睇過 detail 啦，咁但係咧就本身咧就你話整個內房板塊嗰個估值上面嚟講咧，升咗上嚟咧叫做咧收復翻之前咧一啲好唔合理低嘅一個估值啦。咁但係一上到嚟呢啲位置咧，我反而覺得不如等等先，因為咧始終咧即係建材類別股份，我覺得咧你可以繼續留意翻嘅，因為大家都係炒緊兩會嗰個供給側嘅啫。咁但係內房股咧，即係如果我哋用頭先兩會嗰個主題咧。我好難覺得習近平會覺得咧，即係嚟緊嗰個內房咧，應該要放翻鬆嘅，所以佢冇個政策鬆勁喺度咧。我覺得咧呢陣咧只係個股值嘅收復，去到呢秒鐘咧，其實就唔係話爭好遠嘅啫，即係距離我自己心目中嘅目標。我睇中海外，我睇25蚊嘅啫嘛。咁你炒個幾毫子咧，我覺得咧一半半嘅直播空間。咁我反而覺得咧，你不如炒一下啲另類啲主題中資板塊比較居多咯。
哇！我見到大六八八支旗做得好靚，其實睇翻個圖啱啱好做翻支零旗，1109都係一模一樣咁嘅格局嚇、嗯。我覺得如果第一日咁樣爆咧，係你短炒嗰啲嘅，短炒嗰啲咧係值得去追逐嚇。好，咁我同 Harry 傾到呢一度先，俾咗好多板塊我，因為佢幫我睇曬啦已經啊。唔該曬 Harry 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嚇，拜拜。咁啊話好多喎，今日指股嚇犀利啦，跟住玻璃航運股我見到2343咧都爆成6%啊頭先嚇，咁啊相當哇8%添啊太平洋航運嚇，而家咧1.72啊，四日之後咧會公布業績嚇，咁啊跟住咧見到移動方面咧嗱水泥金魚啦，跟住1313終於見到4蚊啊華潤水泥啊，之前同大家推介嘅咧嚇，咁啊3.6嗰啲水位同大家推介，而家終於4.04啊華潤水泥嚇升緊3.3323嚇5% 嘅升緊5.46嘅位置啊嚇，咁啊相當之犀利，咁啊今日可以追逐下嘅，覺得我會追內房股嚇俾我嘅話，咁啊因為始終即係由高位咧落嚟咁多咧，我會考慮嚇追翻咧就係啲內房股啊可以玩一陣嘅咁樣，咁啊至於落木好多人問我係咪到咗我嘅目標價咧，咁啊因為一路我都即係呢一隻係不設目標價，咁喺2蚊樓下建議大家買嘅洛陽木業其實已經升咗50%噶啦，咁就去到3蚊，咁我暫時咧我見到個勢咁強咧，咁個貨底我就不沽嘅，即係貨底一定唔會沽，但係我係成手冇沽過嘅，因為由頭到尾都咁樣，咁所以我而家睇下會唔會喺3蚊嗰度睇下佢係咪好多沽盤先啦，嗱有成9秒嘅沽盤嘅嗰度我見到，咁可能會食少少啦，咁就補補身先，如果唔係咧，我覺得其實係仲可以再望遠，因為始終大家去到呢個位咧唔敢推介啦，亦都即係唔敢叫大家上車㗎啦，一定咁，所以我而家揸住嗰手貨係非常之值錢，咁我繼續揸住先，因為賺咗50%嚇，咁我一陣再睇睇嗰個詳細個表現。咁至於358咧。咁其實我都講咗幾錢食糊嘅，咁而家我都仲係揸住下，咁而家暫時呢係14蚊嗰個水平下，落木咁強呢鋼銅都唔使太擔心，兼且我見到嗰個罷工嘅情況呢係持續㗎，咁資源股呢大家今日呢真係認真都要望多兩眼下，嘩見到啲本地地產股 hold 住一陣11點呢財政預算案呢即係會即係阿波叔陳茂波第一次發表佢嘅即係財政預算案啦任內下，咁咧就見到啲地產股咧係相當之強嘅，新世界咧已經升成4.17%嚇，成為咧係升幅最大嘅藍籌股嚟嘅，而家係9.87嗱。中國海外同埋華潤置地冇同你睇得慢咗㗎，因為啱啱升嘅咋。中國海外咧升緊4%啦，已經嚇24.55，華潤置地升緊3%啊，21.65嘅位置啊嚇。咁啊，今日嚟講全部都係以本地加埋咧就係內房股咧齊齊湧上嚟，本地就琴日行咗第一棍咧，我就未必會追啊，但反而我會睇睇即係查一查追一下落後咧，追翻啲內房股啊嘛，你知我心水啦嚇，富力啦、合景泰富啦，咁如果你話中意大嘅咁688同1109啦，呢啲就唔使諗，睇睇只嚇保理先嚇，只1119先，因為最強係只保理嘅，而家升緊2%啊，做緊咧就係3.45，保理呢期咧都係非常之強勢嘅，大家都可以考慮呢隻，不過呢隻係錯啲嘅，即係呢個要提翻大家嚇。咁啊好啦，今日嘅直播相當之多啊，未完嘅呢度，係仲有小炒王國嘅，咁啊有800多人啊，咁多謝大家啦嚇，咁啊都相當之鼓舞啦，雖然老土啲嚇都要講句，咁啊多謝柳爺咧喺咁早6:00啊已經應承咗我咧，今朝咧會出席啊，同我哋咧係傾嗰個匯控嘅業績。咁匯控暫時嚟講咧都係私人獨潮水啊，65.25啊，跌緊咧0.4%嘅。市況方面升緊176點，24,137點，成交217億嘅。轉頭翻嚟有小炒王國，千祈唔好行開。
好啦，翻嚟 Tasty Money 啦，吓咁啊个市都系算系气势如虹嘅，即系讲真，咁嘅环境底下升186点吓，24,148点嘅位置。望下内地先，其实内地咧都冲紧啲高位啊，虽然嘅升幅唔系好大啦，0.1%至0.2%，咁啊上证升紧4点吓，3,257点嘅。请咗我哋小炒王国嘉宾先吓，咁啊今朝咧有欧元一心啊，欧元一心早晨。系早晨啊，大家好啊，新班早晨啊。你好啊，嗱，见到个市咧就冇理到汇丰喎，好犀利啊，好强啊。其实喂，你有冇睇啲期指期权盘？因为下个礼拜就期结啦嘛。咁啊，大家初头都谂紧，咦，淡友突然间出嚟进攻咧，系啲好友其实吓一吓嘅。但系而家系咪唔使惊？定系即系反而指数方面你未必会做太多嘢咧？因为接近期结。嗱，指数方面咧，一来就接近期结啦，下个礼拜就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做一啲嘅期權倉位咧，真係只能夠做一啲好投機性嘅月尾嗰啲搏一搏嗰啲咁嘅倉位。反而你話期權組合啊、擺曬陣啊嗰啲咁樣咧，去到而家咧就已經真係有啲似啦。咁如果講翻你話，咁搏一啲咩月尾嘅倉位，其實你望翻期權金咧，都顯示到有啲嘢睇嘅。咁你望下，好似而家即月嗰個嘅恆指個期權啦，咁係講緊價外200点左右嗰啲嘅價位，即係24400嘅 call 啊，或者係24000点嘅 put 啊。咁其實嗰個期權金咧都係幾廿點左右嘅啫，即係20-30点嘅啫，今朝都係。咁所以其實嗰個嘅市場咧又唔係好預計。呢幾日嗰個市有乜嘢大幅波動咧？因為即係如果佢預計嗰個市會有咩大幅波動，一般都會喺期權金身上反映噶嘛。咁其實咁樣就其實質線就反映咗就係話大家好留意住匯控嗰個業績，咁變咗佢淨係係一個嘅最主要嘅 factor 係影響個市場嘅。咁佢過咗之後，反映咗啦，亦都個大市跟隨匯控就調一調整啦。咁其實係符合曬大家所有人心目中嗰個嘅嗰個嘅想像嘅。咁所以結果就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個期權金已經 price in 曬呢一啲咁嘅因素。所以其實真係有得搏都唔會話太多肉食咯，我覺得。OK， 咁大家可能要收一收手先咯。如果系咁样，即系咁，我唔博汇丰啦。咁即系嗱，个市又好似而家嗱200点啊，又即系唔知道想行边边啊，好强咁样。咁如果系可以做啲乜嘢咧？即系银一心，如果系咁，我都要搵啲嘢做啊。因为今日即系好多其他嘅股份都爆紧上嚟啊，而家可以有啲咩做咧？咁就唔系话唔博汇丰嘅，反而系应该博汇丰。我头先讲大市咧，佢系借汇丰个势去真系调整一下咁样。咁因为之前都升得几多下啦。系。咁但系汇丰反而想提一提啊，因为其实每逢咧呢一个浪咧，汇丰有乜嘢嘅调整咧，其实我都好建议大家就系话，喂，不如系咁，依都入少少啦，入少少啦咁样。系。咁你而家望下個期權金咧，其實佢而家嗰個嘅價內嘅期權好抵嘅，因為而家有一個優點就係近結算啊嘛。即月嘅期權講緊匯豐行使價62.5嗰啲嘅期權金啊，嗰啲 call 期權金啊，其實都係唔超過3蚊嘅。佢內在值2.5左右啊，咁所以突咗少少咧，個時間值咧就係、是真係淨係過呢幾日大家去做一個嘅。時間值成本嘅啫，咁每逢咁樣嘅跌法咧，我都覺得呢啲價內期權好抵留啊！哇，講下講下又升咗1毫啦，咁雖然係1毫啊，65.3咁樣，咁而家講緊佢距離咧，佢出業績之前咧，嗰個嘅價位咧，其實仲大概有4蚊左右啦，即係以69蚊計。咁我就算唔當佢翻呢個價位，因為都好難啊，業績咁嘅樣。但係佢係咁以輕輕趌一趌上去，例如66.5啊，或者67啊呢啲咁嘅位，其實真係一啲都唔難。咁嗰個短線嗰個投機機會，講緊係你攞3蚊嘅期權金咧，再博多差唔多2蚊左右嘅內在值。咁唔好唔記得一個價內嘅期權就係話，就算佢而家嗰個價就等於佢結算嗰個價，咁你頂盡都係蝕咗少少幾毫子時間值嘅啫，就唔係以2.5成整個嘅內在值計。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倉都幾低博咯。咁但係有一句都係就係博去到結算值，因為每逢結算前後嗰個市都會總係有啲喐動嘅，咁到時就難講啲啦。好啊，嗱，汇控而家65.35啊，跌紧0.3%，可以听下欧元一心咧嗰个建议，系咪仲有啲大只嘅股份可以俾大家即系做下啲跟进啊？其实
其实就跟进系有嘅，不过咧就嗰个嘅操盘个方法咧，就会留到去下个月啦。咁系讲紧咧呢一个升浪以嚟咧，其实大家睇下幅图都知嘅，即系各自唔同板块嘅股票咧，蓝筹股咧嗰个嘅升势同埋个图表咧都真系唔一样嘅。咁好典型讲下啲内银股啦。咁其实之前嗰轮咧内银股同内房股嗰个图表走势都几似嘅。咁尤其是呢一个嘅重磅嘅939啦，建行。即系你望一望咧，佢上个礼拜入到去6.25嗰阵咧，咁佢嗰个价位咧一直都系翻唔到落去，一直都系晾住喺呢个6.几呢一个咁嘅水平，呢个好窄幅嘅水平。咁但系虽然话窄幅啊，但系呢一个咁嘅幅度，呢个咁嘅 range 啊，比起其他嘅股份都会相对较大。即系例如你话2.38，其实都系差唔多咁嘅形态，但系佢嗰个嘅股价个幅度咧，即系近五个交易日咧，都系得个1蚊嘅一个嘅 range 嘅啫，但系讲紧939咧，起码都有呢个2-3毫子左右，咁所以嗰个嘅 range 咧，讲紧系差唔多有成4-5% 嘅，即系大过其他嘅股份好多。咁逢亲出现呢啲 range 咧，又系嗰个嘅草船借箭策略啦，即系个 range 楼下做 short put， 个 range 上边咧就做 long call， 因为如果今次呢一个嘅浪系未完。只不過是一個輕輕的調整的話呢，那這一類的股份呢，你很難就真的以一個單純的 long 去取勝，那所以加上一個 short 倉呢，拉長自己的戰線呢，我覺得就會是適合一點，但是都是奉勸大家那句一定要 set 指示位，因為有個 short 倉在手，那就永遠的風險呢都會相對較大的。好啊吓，咁啊嗱，听欧阳一心嗰个建议啦吓，咁啊嗱，啲内银股啊等等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因为我今日超时啊，咁我同欧阳一心咧倾到呢一度先吓。嗱，多谢欧阳一心咧咁详细嘅分析啊吓。嗱，好，咁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啦。个市而家其实都定住咧喺个高位嗰度嘅吓，咁咧就系184点吓，24,148点嘅。咁啊，头先就阿阮子希就 send 翻个 message 俾我，就系内房咧就系炒咧啲楼咧系买得好。嗱，你見到咧，688啦嚇，咁啊而家升成4%啊，24.6啦，1109咧就都升緊4%噶啦，21.8，所以我唔等咯，我要追落後噶啦呢段時間啦嚇，咁所以今日小炒王國嘅推介咧會係即係即時俾內房股大家啊嘛，唔使我諗添啊，真係，咁我會追咧合景泰富啊1813啊，不問價追啊而家嚇5.14直攞啊，咁就因為咧就嗱見到而家嗰個升勢只係得2.6%。咁對上一潮同大家不問價追咧，追咗隻富力嘅。咁當日咧富力咧喺晏晝咧先至爆成10% 咁多。嗱，你見富力而家係3% 啊嚇，嗰個升勢嚇，10.86左右嘅。咁其實合景泰富咧拍埋咧都一樣咧，係有咁多力水，同埋咧嗰個敏感度啊都好高啊。嗱，我頭先5.14嚇買咗嘅。咁如果我晏晝見到可能有十格啦，甚至10多格啦，希望啦嚇，咁我都會走嘅，因為今日係諗住玩即日嘅，咁我會喺 Facebook 咧同大家講翻，如果落車嘅話噶，咁啊而家咧睇睇1813嗰個圖表先嚇，因為咧其實佢之前咧係一路衝上嚟之後，最高係5.19，其實都回咗大約係3-4日嘅啦，咁啊今日再出一支咧係大洋燭啊嚇咁樣，咁而家個成交當然未配合啦，因為開市咧都唔夠1小時嚇，咁我哋希望佢喺即日可以突破到咧就係5.19嗰個位置。咦，而家5.2咁咧升緊咧就係4%啊嚇，咁頭先係5.14啊嚇，我5.14追咗，咁我十格嚇，我十格係啦，可能我就會我買大，所以咧我就可能會食啲，咁我如果真係晏晝咧再有啲多啲嘅表現咧，我會 Facebook 同大家跟進，因為啲大股我就唔驚嘅咁樣。咁如果你話再望遠啲咧，升穿5.19之後咧，都係我十格位喎，5.24啊，嗰度咧會有少少嘅阻力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今日當住係即日先咧，咁樣計咧，由你買入價度賺十格左右啦，咁應該係 OK 嘅，我覺得嚇。不過都要睇睇晏晝咧，佢會唔會再發得勁啲？咁我點解唔揀本地嘅地產股咧？一嚟琴日已經升咗啦，轉頭11點又有財政預算案，又好似琴日匯控咁12點即係出業績，你又喺度玩13妖，又喺度咁樣去澳門搏一搏，咁唔抵啊！咁梗係買另一邊啊嘛，咁樣咁所以今日第一棍嘅咁。我支持內房股嚇，就係只1813合景泰富嚇。咁啊今日就唔揀只富力啦，純粹一注資金玩即日先就揀一隻好過啦。咁揀只敏感度就最高嘅。咁啊就
好多朋友咧，今日六六三三四三八六咧，好多問題我都未答到啊，因為個時間嘅問題嚇，我轉頭會加少少時間，因為今日新城嗰度咧，因為預算案咧11点咧係直播咧，所以我哋新城上午策略王嗰度咧會休息嘅，咁所以我今日可以做晏少少嚇，咁啊歡迎大家咧係六六三三四三八六咧係 WhatsApp 我，咁我會解答大家嘅問題。咁好多人就問只869啦，只彩星玩具咧刑警之後點算嘅？咁我琴日都做咗少少功課，咁我一陣小炒倉之後咧，會同大家睇睇咧就係彩星玩具，咁啊而家1.5嚇跌緊咧就係7%嘅，等等我嚇，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係小炒倉啊，睇咗嗰個倉位嘅變動先。我几大支水喉，扫啊扫啊，窒下窒下，斗快啊 ！Boom！ 一站式环球股票交易，想上通无阻，一个户口就咁简单。宝盛证券投资无界限 ，Monex Boom！ 宝盛证券日本上市公司集团成员，一个户口多国交易，货币自由兑换，不经人手直出市场，从香港到各地股市。Boom Shorten 宝盛证券。我几多子弹劲啊！好捞教，斗准啦 ！Boom， 综合货币直接投资全球，唔想嘥子弹，一个户口就咁简单。宝盛证券 ，Monex Boom 宝盛证券首推日股即时报价优惠，新客户可享免费日股报价，为期一年。有宝盛证券嘅日股即时报价，炒日股就唔使盲摸摸啦。另外，嚟宝盛证券交易。港股每单话13.88，美股每单8蚊，买卖日股亦只需0.188%，仲唔快啲嚟宝盛证券开户？查询2255-8888。小炒仓系由宝盛证券赞助，投资者最少需要200,000去起仓，每次交易港股收3.88手续费，美股系$8，日股由免费报价。倉位主要買賣港股、美股同埋日股，可以做到跨市場交易。除咗有小炒王為你推介，仲有其他高人分析。起倉、持倉、補倉定係 cut loss， 記住留意我哋嘅小炒倉。好啦，翻嚟 Tasty Money 啦嚇，咁啊而家個市升緊192点，24,156点，繼續小炒王咧係陪住大家嘅。呢、這個時間咧就係、是、寶盛證券特約嘅小炒倉咁啊，請嚟陸永先啊，陸永早晨啊。新一年好，系唔好喊啦，新地嗱，新地嗱，今朝因为新地咧去到，其实我琴日晏昼咧见到新地咁样升啦，我就即刻谂起陆永啦，已经咁啊，嗱而家咧系一个月高位吓，114.9啊，升成2%，咁啊记得陆永咧系100蚊楼下买噶嘛，嗰阵时喺我哋小炒仓嗰个位置，咁啊但系近嚟因为见到佢太压榨啦，因为新地嗰个银码比较大咧，就沽出咗嘅，咁唔紧要啦，买股系咁嘅，陆永咁。而家嗰個即係係咪都有啲失望啊？點解會咁樣爆嘅？即係估唔到喎，我都。哇！咩失望定絕望啫啦？坐咗咁耐，點知佢一放完之後兩棍升咗上去，真係好慘嘅真係。係啊，佢好少咁即係咁真嘅情緒啊，平時好收斂。佢而家直情係絕望，好笑。但係冇辦法啦，因為都賺住走嘅，唯有咁安慰自己啦，係咪啊？唉，賺少咗好多。
系啊，赚少好多啊！嗱，咁我你留翻啲空间俾其他参赛者可以追到你啊，系咪？如果唔系赚成赚几多？赚15%喎！如果系嘅话，有啊有啊，真系有啊！啊不过诶呢啲板块轮流转，因为我平时就买开啲即系啲股仔多嘅，咁呢啲板块轮流转呢啲股票咧，我好少就买中嘅，即系例如，即系我自己都。好少又我又唔會走去買嗰啲內銀啊、內險啊嗰一啲股票嘅，咁就呢一浪其實都比較難做，其實係係啦，冇失望冇失望。其實買中新地都好犀利啊，即係100蚊留下嘅話，因為估佢唔到啊嚇。咁但係而家個倉位嗱，咁都唔緊要啦，都起碼仲有你有20多萬啊喺個倉嗰度咧。而家點樣搞法？因為琴日係咪都沽咗即係47啦？47，因為係啊，因為其實個市。隻嘢上到去呢，因為之前我懷疑個老闆有少少用有間用 HSBC Booker 去炒股票嘅，咁之前上去嗰陣我又見佢又係咁上去又係咁沽喎，咁就好似就上唔返2毫子樓上，咁琴日見個勢又唔好對路，咁咪 cut 咗佢先囉，就係咁咋嘛。係咁我個 story 就冇見嘅，不過係見老闆沽啫。OK， 定係琴日佢見到匯控咁樣跌，佢都驚。其實琴日好多人都係恐慌性咁掉嗰啲嘢先啫嘛。唔知啊，不過總之係佢老闆沽咁就費事，即係我哋做細嘅就費事同佢玩啦。咁佢都走啦，咁就係咯。好中意你呢句喎，我哋做細嘅梗係跟啲大户啦，係咪？好正啊！你呢一句，我都好，梗係跟細啊！你點知佢知道啲咩？我哋唔知啊，講真。是啊是啊，咁佢又有大把货喺手，咁佢沽到天荒地老，我哋都佢都未沽完啦，就係、是、咁。哦 ，OK， 喂，咁喂，有啲问题已经问你啦，想问你372同199嘅目标价、哦，你系咪仲有噶？唉，啲好心啲人就唔好问啲伤心嘢啦。372我知道，我知道就唔会沽咗啦，变咗股神啦，就系咁样夹上去啫嘛。系啊，冇雷公咁远啊，已经扯到，好笑啊，陆永今日。喂，你不如以后 keep 住呢一个咁幽默嘅状态，因为我平时觉得你系少少杂杂地。我唔想，好惨，372顶真系望住佢买咗壳都咁夹上去，真系。系，咁你都俾个目标价人哋，可能人哋揸住咗咧。目标价？你问呢个冇货嘅目标价，冇目标价咯。我想递纸巾俾佢，递张纸巾俾陆永，佢就系真系喊得出，好笑啊！冇目标价啦，系啊，咁啊嗱，呢个 Hanbo Man 咧，佢就话佢冇目标价，嗱372咧，真系升到冇雷公咁远，而家咧系7.3毫纸吓，我唔系想提嘅，德祥地产咧就3.33啊，陆永，喂，咁你今日执唔执仓啫？今日咁黑仔就唔执啦，系啦，不过有。不过咧，有只嘢就系，大家可以自己揾下，都费事开个名嘅，就系而家都系喺呢个升幅榜头十嘅一只，我都估佢会卖壳嘅，个市值好鬼细嘅，咁大家可以。等我估下先，头十位啊。A B concept， 但系我又费事讲。595都要细啊，595有只仲细啲嘅，有只好很细嘅。八本医护转主板，所以唔系。唔系，唔计厂制，净系主板啫，净系主板头十。哦，系啦，即系有呢只又咁细啊，费事摆落去个小炒仓度，费事一阵走嗰阵时，啲朋友走唔切啦。哦，1041两亿几。哎呀，我唔知啊啫。佢连粒板都唔讲啊！你睇下佢搞乜嘢？你继续啊！咁系啦，咁呢隻嘢，因为之前即係收乾晒嘅嘛，咁嗰啲 CB 又发晒喎，咁所以都有啲机会嘅，其实呢隻。係咪喂，但你上个礼拜只859犀利啊，讲真，你讲完一个5.2毫咋嘛，跟住晏昼就过6啦，跟住我啲同事系，哎呀，冇跟到陆永啊，佢哋咁样，佢哋唔跟小丑王嘅，跟陆永，咁呢就跟47啦，跟住又跟859，唔知系咪唔够钱啊，所以呢就冇跟102，我哋冇话赞我嘅，但佢就赞陆永囉，淨係你已经迷到咗唔同嘅界别啦。102? 系我嘅。102系我嘅。你嘅。但佢哋冇赞我㗎喎，赞咗钱冇赞我，但就话47同859好劲啊，咁样。咁859睇几多㗎？
859，我真係博佢單雕會成嘅，因為而家啲人仲喺度講緊話海航都冇熟嘅喎，佢都係仲傾緊嘅。咁希望市傳呢啲嘢就準確啦，同埋即係個即最多你咪跌翻落去，跌翻落去1.36嗰啲位，咁你升上去呢只嘢，我就有物業啲嘢全部都係。全部都是在香港靚的，咁即係銅鑼灣嗰啲樓嚟嘅，咁佢即係有30億市值嘅喎，可能如果到時賣咗，咁你跌落去，即係個直播率好高啊。喂，但我想聽多少少咧，頭先你話市值好細嗰只咧，點解你又望咗又唔敢擺落個倉？咁你真人有冇啊？唉，好唔炒股票嘅，你唔炒股票，佢好似 short 咗，我 feel 到，你咪食藥啊，夠鐘。好搞笑，唔系，好搞笑，冇，因为嗰只好细，嗰只好细啊，费事啊，费，即系好似嗰啲创仔咁啊，费事打落去啫，亦都费系啦。不过我觉得佢 OK 嘅，咁如果啲观众有听嘅话，咁咪自己估下啦。哦，我估咗啦，我估系嗰只啩，系咯，2亿几市值吓。嗱，我俾咗你哋噶啦，你哋自己听啦。我唔打个 number， 费事陆永又话我，佢好似好灰咁样，好笑啊，系啦。咁诶嗱，可以嗱，今日睇翻头先佢之前嗰只859啦，咁就1.62啊，升咗就3%。咁另外卓星咧咁啱咧，我又有啦，1341咧就死因烂人啦，而家咁咧就8毫子嘅，暂时就冇起跌，我都系等佢。登雕嘅，但系登咗噶啦，但系睇佢几时拉升嘅啫。呢一只系咪？喂，呢只要呆几耐咧？其实陆永顺便，我估系咪好似就嚟咩？就嚟完咗个 GO 啊？系7号9子，我冇睇到日子添，我要 check 翻港股。好似系3月12嗰啲位嘅，咁可能就。睇下到時 GO 完咗之後會唔會夾到上去咯？咁如果係啦，如果到時跌嘅話，咁你沽咗佢咯。我覺得呢啲位就出直播嘅就直播率高嘅，因為咁人哋都7.9啦，而家先8毫子，我都係博佢上嘅空間比較大。好啦，陸永，你我唔阻你啦，你好傷心咁樣咧，咁啲觀眾都不停咁安慰你，叫你振作啲，係啦，你去睇翻啲留言嘅咁樣。咁好啦，我唔阻你啦，睇下財政預算案啦嚇，咁啊，你繼續炒股啦嚇，呢期黑仔去遊浮啦嚇，唔係啱啱遊完。好啦，拜拜。唔知佢去咗啲咩地方呢，返嚟之后呢就沽咗啲货咁样。喂，咁今日陆永就唔執个仓啦，因为俾嗱，其实讲真，即係如果去到呢啲咁嘅位呢，记住睇下草 Sir 曹仁超嘅金句，就算输咗钱都唔好输个士气，係咪咁样，唔紧要呀，后生仔咁样。嗱，个市升207点，24170点。好，咁答问题先啦，因为呢即係有时还债呢啲嘢呢唔玩咧就好慘嘅。好，869咧，其實咧幫大家睇翻嗰個刑警先。其實咧，佢嗰個刑警咧真係相當之hea寫嘅，因為真係好簡單啊，寫得純粹咧就話個行業競爭。阿水唔知玩具嗰個競爭大咩？因為你諗下，即係小朋友玩嘅嘢咧，相當之多人咧就會即係買啦。咁但係你咁鬼多玩具，咁又搞唔搞得掂咧？咁樣好咁啊嗱，睇翻咧，其實嗰個我哋比较翻869嗰个业绩，其实上半年嘅 profit 咧有9519万，咁佢而家咁样讲咧，就即系下半年方面咧咁差咧，就系全年咧就应该系1亿至到咧就系1.5亿左右。咁如果上半年系9500几万，你全年先得1亿至1.5亿咧，其实真系赚少咗好多。咁系咪冇受惠到Black Friday 同埋圣诞节嗰个销售咧？其实都几明显噶啦。咁但系大家就成日喂百兽王嗰度究竟几时有高五？咁 Voltron 咧係1月尾先至開波嘅，咁嗱我自己睇嗰啲會計準則方面咧，好多數字咧都係你中意幾時撥落去都得嘅，咁所以可能佢今次冇撥一啲佢有錢賺嘅嘢落去都唔頂，咁我琴日就好不斷即係好 curious 喺度諗，咁點解要 buy back 咧，要回購咧？因為陳主席就冇乜死錯人嘅，好多次都，咁所以我見到佢 buy back 咧，都已經覺得一定係有啲佢心目中覺得值得去買翻只869嘅地方喺度嘅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即係琴日就諗咗好耐啦，究竟佢呢？
個動作同佢呢一個嘅刑警咧有啲乜嘢嘅關係喺度啦？咁樣咁嗱，佢如果你話佢下半年就淨係賣忍者龜啦，應該係即係北美嗰度嗰個最大受惠點啦，可能就真係賣得唔係咁好，而佢可能都集中將佢嘅資源咧開始放落個 Voltron 嗰度，因為 Voltron 而家嗰個卡通片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啦，同埋你喺上網都揾到嘅開始咧係炒緊啲 Voltron 嘅玩具有炒價，咁你有炒價，即係好似以前你買名牌衫咁有得炒咧，你就知道其實個勢就唔會好弱啊嚇。咁我自己只不過覺得可能啲數字未咁快入帳啫，可能係一個咁樣嘅影響性喺度啊嚇。咁我依期咧同大家都冇再寫即係彩星玩具啦，咁我就建議大家都係咧即係純粹用耐性去揸啫，咁就唔係我嚟炒，因為始終啲錢都去曬大股嗰度噶啦，已經咁就我唔會叫你喺度忍一隻要相當有耐性嘅股份咯。咁所以呢期應該大家唔係追殺我嘅，因為我冇叫大家買咁樣。嗱，不過佢仲有錢賺，即係仲有息派嘅。咁佢嗰個息係唔錯嘅，但係今年賺少咗，會唔會派少啲咧？咁呢個係有個影響喺度。咁嗱，我嘅建議就係咁嘅，即係佢大約係一個兩毫半至一個三毫半咧，就係佢個 buy back 嗰個回購價錢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一個兩毫半啊，甚至今日最低一個兩毫一咧，其實都已經穿咗主席嗰個回購嗰個價錢。咁嗱，如果你真係即係揸咗貨嘅朋友，睇下佢捱唔捱翻上一個兩毫半至一個三毫半嗰個位咧，就唯有喺度等嘅啫。如果你覺得唔係，我賺錢真係唔想再等咧，你就唯有即係斬啊！其實即係唯有俾翻，其實你都係輸。我諗我估啦，大家去買嘅時候，琴日輸嘅話就係輸一毫子，今日輸就輸兩毫子左右嘅啫。咁我自己覺得都唔算係一個好傷好痛嘅情況咁樣。咁如果你真係忍唔到，唔想再睇咧，抹咗佢就算啦，就狠心啲。有時買股就真係純粹狠啲好啦，即係唔好再同佢拖拉啦咁樣嚇。我嘅分析就係咁啫，純粹我都係會集中啲睇翻佢嗰個回購一個兩毫半至一個三毫半嗰個位。幾時有動作，咁呢隻係耐性㗎啦，冇辦法啦，係要等㗎啦。咁佢今日一落嚟，我又覺得唔算好深啦，嗰個幅度啊嚇。好，咁另外就繼續答埋先。咁598，琴日就俾個指示位，大家係5.38嘅。咁今日其實咧都爆翻上嚟3.56咧，咁恭喜大家，因為未觸及指示位，最低都係3.42啫。咁冇觸及到，即係話咧嗰手貨都仲喺度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都係享受到嗰個升勢嘅。咁繼續如果見到佢轉勢咧，就應該揸嗱幅圖咧，亦都咧係轉翻咧相當之靚。估唔到佢之期做咁耐先上，做成七日，真係等死人咯咁樣嚇。咁唯有係咁啦。咁而家都係100天線3.6咧就壓住嘅。咁有少少轉勢嘅情況。咁489咧就9蚊啦，已經啊又係恭喜大家發財咁樣。咁之前我一半咧，咁終於都。即係掹翻上嚟啦，就唔使即係打和咁滯咯。我已經嚇9.01啊，升緊咧就係接近2%嘅。咁嗱，升穿咗上次高位8.97咧，梗係揸啦。等咗咁耐咁樣嚇，都回到嚇死人之後咧，彈翻上嚟咁啊，梗係揸啦，係咪？咁目標價我都依然咧係不變啊，大約咧係9.3嗰啲水平啊，即係東風嚇，咪答咗大家。好咁頭先啦，下北文價追嘅113啦，咁樣咁而家就5.16啦，咁就升緊咧就係3.2%。咁我集中係睇晏晝嘅，晏晝睇下佢有冇啲好戲出台咁樣，睇下會咧彈翻幾多嚇。好9415博啦，係6633486嘅朋友嚇，咁941我唔博嘅，係啦。咁另外595係咪應該繼續等啊？頭先提到就 AV Concept 賺緊錢啦，呢只好似係蔡俊喺小炒倉嘅推介嚟嘅。咁而家5.7指，之前應該係5.3-5.4嘅，兜咗幾靚嘅一個底下，呢只又係咧都幾蝦人炒嘅嚇，蝦人炒蛋咁可以揸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5.3嗰啲位咧跟咗嚇小炒倉去買嘅話咧，咁就6毫子左右啦，可以咧就止賺咗佢啦，你唔想等嘅啦，聽到你咁樣問，即係唔想等啦，係咪？好咁另外會唔會有外匯聽下？外匯有幾多朋友㗎？如果中意聽外匯有？舉手啦，我就揾啦，係啦，因為我唔知道有幾多人鍾意聽外匯，我都有考慮下嘅，咁
考慮一下啦，因為聽唔到咁多嘛，係啦。777琴日俾咗指示位大家嘅，其實一路都喺 Facebook 有同大家跟進，就係22.5至22.2嘅。咁今日咧就觸及咗啦，咁我就覺得，唉，不如止咗先啊！即係其他嗰啲，即係你如果覺得佢而家兜翻上嚟22.3，你咪止一半咯。咁另外坐嗰啲嗰一半咧，就會比較即係安心少少。咁琴日我102啦，咁啊2.5樓下我自己加咗啦，大約2.44。左右啦，咁樣咁就我自己加咗噶啦，咁就大家都係嗰個意見啊，2.5樓下可以加嘅咁樣。咁琴日有朋友話2.55買咗之後跌咗十價，收市就2.45咧，就好驚咁樣。其實十價都係一毫子啫咁樣。咁呢只我提咗就個波動中間個波動大嘅，但我嘅目標都係維持喺3蚊嗰個狀態嚇。咁今日就去翻2.5，所以如果你係買咗之後覺得好驚啊，頂唔順嗰啲咧，我就建議你買翻大股啦，因為感覺上即係覺得可能呢啲未必適合你啊，即係個波動咁強咧，你未必睇到。正如好似衍生工具咁咧，你未必睇到嘅話咧，我覺得都建議你可能真係有翻多啲嘅時間留意先至去買呢一啲嘅股份啦，因為未必適合你啊，所以冇搞咁多嘢啦嚇。好咁啊，哇！有人聽商品啊，係咪㗎？因為開咗你哋唔聽，我咪窩火咁樣嚇。係咪樣樣都開啊？真係啊！嗱，窩輪我會開嘅，係啦。咁我都琴日就話即係要請啲高人出場，就市場未出現過嗰啲係啦。咁太即係市場太多嗰啲，你都唔會睇我啦。是不是，所以就找一些市場未出現過的高人出現的，那我預告了，是啦，那就會有的窩輪，因為這期真的比較相當之流行，這期流行，所以我會說窩輪的，因為我自己又不是說即是那麼熟悉，不是那麼精，我都門外漢來的，但我每年都有炒一下衍生工具的，但是你說哇是不是可以勁到比推介大家呢，我自己都不敢啊，即是班門弄斧啊，所以呢都是請一些高人來跟大家玩一下好過啦，這樣啊，有些人又說匯市同埋 commodities 都唔要喎，咁樣嚇，咁1733唔係我買㗎啦，因為1733呢啲咁高級組嘅股份咧，發得咁犀利咧，我唔敢被推介呢啲嚇，咁啊問翻被推介你嘅人啦，就唔好問我啦嚇，咁啊而家逆大中1.52嚇，跌緊咧就係大約1%嘅，咁啊另外睇下先嚇 ，option 啊 ，option 試下啦 ，option 都唔係咁多，香港嘅 option 市場太窄啦，即係好多時都冇乜位，冇乜水位，你除非炒美國嘅 option 啦，係啊，香港嗰啲咧冇乜水位嘅，所以我都即係覺得。在香港揾食都幾難，即係如果玩 option 嘅話，咁所以我都唔會特別開呢個市場㗎啦嚇。好啦，咁我都差唔多啦，開始要唞氣，我開始冒汗。係啦，喂，見到隻平保上緊嚟喎，42.85喎，升緊1.4%喎，等我抄下有冇好嘢先嚇。咁港交所201蚊嚇，咁升緊咧就係1%。今日個市咧都相當之強，1043唔好問我啦，1043係毅力嘅推介嚇，咁可以聽日啦，星期四啦。問翻毅力，咁我圖 OK 嘅嚇，佔住個十天線咧，又再次向上。因為點解唔好問我呢，因為太疏個盤，即係我叫得你買之後，突然間你又走唔甩咧，咁就好難搞。我聽日都係問翻毅力會比較好啲。個市升181點，24146點嘅。聽日同樣時間繼續 Tasty Money， 轉頭翻嚟，15分之後唔係翻嚟我呢度，係啦，轉頭11點咧睇電視啦嚇，咁啊會有咧就財政預算案啊，大家都關大家事噶嘛，啲税啊究竟會唔會減？咁全民退保我唔支持啊嚇，咁税啦，最好減税啦，咁我交多嘛咁樣，咁仲有啲咩一次性派錢嗰啲啊？冇所謂啦，派唔派都係啦，即係派咗又驚乾糖，唔派又話冇咁樣，不嬲都冇得收啊，當冇啦。咁澳門9000又唔關我事啊，最多澳門玩下啫。咁傾到呢一度啦，咁聽日同樣時間 Tasty Money， 拜拜。看看我几大支水喉，扫啊扫啊，窒下窒下，斗快啊啦 ！Boom！ 一站式环球股票交易，想上通无阻，一个户口就咁简单。宝盛证券，投资无界限 ，Monex Boom 宝盛证券，日本上市公司集团成员，一个户口多国交易，货币自由兑换，不经人手直出市场，从香港到各地股市。Who's your can？ 宝盛证券。
几多子弹劲啊！好捞噶、啊，斗准啦 ！Boom， 综合货币直接投资全球，唔想嘥子弹，即个户口就咁简单。宝盛证券 ，Monex Boom 宝盛证券首推日股即时报价优惠，新客户可享免费日股报价，为期一年。有宝盛证券嘅日股即时报价，炒日股就唔使盲摸摸啦。另外，嚟宝盛证券交易，港股每单话13.88，美股每单8蚊，买卖日股亦只需0.188%，仲唔快啲嚟宝盛证券开户？查询2255-8888。小炒仓系由宝盛证券赞助，投资者最少需要200,000去起仓。每次交易港股收3.88手续费，美股是8蚊美金，日股有免费报价。仓位主要买卖港股、美股同埋日股，可以做到跨市场交易。除了有小炒王为你推介，还有其他高人分析。起仓、持仓、补仓定是 cut loss， 记住留意我哋嘅小炒仓。